我所料没有卡上，我已经来到回学的了。我的家境和家里堂朝化，这都反省是敌人的，是敌人。共产党，我只是想看来儿子啊，用血在这边签个名就大概了。我们母子不恩呐。 心来的时，咱就要笑笑来面对，因为这是反恐相关的境界。Untold Herstory on Taiwan Plus.